铁柱摆拳，哦，飞腿，哦，扫踢，哦，一龙，哦，用跳起来的飞膝击中了日本运动员。现在场上裁判在对日本运动员进行读秒，看看他能不能坚持。好，日本运动员表示没有问题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哦，又是一个扫踢，这已经成为这个一龙的这个必杀技了。又是一个扫踢，快，再来一个。哦，现在是来拳法了。是，快，又一个。哇，这一招是屡试不爽啊。哦，又一下。好，比赛进入到这个尾声阶段，那一龙能不能再发起一轮攻击。哦，这个日本运动员比赛快结束了还来一个花活。哦，比赛结束，一龙应该获胜，没有问题。本场比赛结果，一龙获胜。好，各位共享训练营的魏瑞以及对阵的对魏瑞的智医生，在之前呢也做出了大量的准前啊 NJ 跟吉祥打的大和右手。对啊，啊，年龄也不小了，年2015年拿到这个 NJ 分以后呢，一直保持到现在。这个积淀啊，导致属于这个岛田最能打的时候。错，嗯，这次为了表示对魏瑞比赛的重视啊，这个比赛的重视，这个大东翔双拳进行指导了。漂亮，好，有点练习，好，继续保持这个状态。现在拳法也变得比较犀利了，转身来。拳八，看魏瑞能不能把对方直接 KO 掉。来，我们再看看后边，真的打得非常凶。说就是魏瑞跟邓哲奇的比赛啊，在那场比赛中，哦，现踢。我们看到岛田，岛田的肌肉、身体都有些抽搐了。魏瑞一记漂亮的前腿的变线踢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优先处理导弹。